因为接下来你们会在屏东开店，我们想要几个对屏东的印象考验，难不倒我们。我们两个身为拜托，我们两个身为专业的外景行脚类综艺节目奖的，真的。喂，有人要考我们关于屏东的事情？要比快哦。我们两个一起答对了。凤梨，凤梨，凤梨。谁是？你看题目啊。凤梨，凤梨，凤梨，凤梨。没有啦，他说谁是金钻的？金钻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中过金钻的。我让你先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金钻凤梨。那康哥觉得嘞？我觉得是这个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。一二三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。我是这个。阿布为什么选四？很快就选。因为我家以前种凤梨啊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哇塞，凤梨王子，你要叫我凤王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那是凤梨。哦，那这个嘞？释迦凤梨。啊，这个嘞？苹果凤梨。在这个嘞？释迦凤梨。我没有这个嘞。苹果凤梨。这个嘞？哈？香嘴凤梨。这个。西爪凤梨。OK。哦，所以这四个在屏东都有。都有。那金钻当然最多。但看起来这个最漂亮了，这可以摆桌上。香水凤梨装饰品，那个啊，那个拜拜用啊。好，那就下一题哦。好，简简单单。哎，这品种我很强。哪一个是绿豆蒜五号？哎呦，中间那一个穿透，中间那一个。哦，圈内的。屏东人是不是？对。哇，这个有难。五个屏东人。这有难呢。对。你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屏东是在这里。女生玩。这潮州啊。你有看到我都没动吗？完全不会。简简单单。我们店在车城啊。哎，很难端哎，突然发现哎。对。你现在才发现？我不知道哎，是不是满洲？问号都给你。对啊，不是都是这些这几个啦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没有这么远，因为我们从那个那边过来车程30分钟，所以就在这边哦。大家能贴的就只有这。哦哦哦！哎哎哎！哦，我没有看到哎。好，那给你贴好了。我不知道哎。哦，这个是动力火车的那个秋心哥。为什么叫来意啊？嗯，不是那个他，我想他怎么换名字了？对啊，我想说的。有怪名叫高树，他叫内普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怎么改名了？陈哥，你叫内普。陈哥家，陈哥也是屏东人哦，对啊，客家人。哦，陈哥好像没有把握。零我，可以啦。难怪这么会喝，零了哎。对。来意哦，来意是不是比较靠山区？我觉得内埔有那么大吗？这是冠廷吗？好，我有对两个，只对两个，潮州对的吗？潮州跟真内埔，真内埔，对，这个，对啊，剩下三个。潮州市，所以郑国成，你看没有，自己兄弟义气，知道你住哪里，将来好去找你报仇。对对，动力火车不是你兄弟。动，哎，你们这怎么这样讲？内埔啊，内埔，内埔这里啊。潮州。潮州小林边 ，barbecue 的潮州小林边，潮州。万峦。潮州应该在。潮州在这里。东市。啊对，屏东边啊对，对对对，歌曲哦。高速种凤梨的，高速不生寒啊。高速种凤梨的啦。来，我觉得在这边，别逗了。他会完全答对。是不是？完全答对。是完全答对。选错。全错吗？你是有偷喝酒。选错了。我再给你一点时间。没有啦，我再给你一点时间。是单 B 嘛，所以那就这样。林瑞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住，感觉他就是市区人，
那这两个金块就是。哦。So God。你们比另一组快非常多。另一组是哪两个人啊？那还是先开除啊？拿什么比鸡腿？神经病！真的哎。我想先答这个来意先生在哪？因为他们是原住民，原住民在三地门附近啊，三地门有很多原住民，所以我猜是这个。好，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因为这个我完全不知道，这个我其实也不知道。内部而已。那我知道，那我要换这个。好，他好。都对了吧？几个？一样，只有一个真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还错。最后一次是太完全不。我觉得这集变我们两个的节目了，因为已经很长，拉很长，拉很长，他们那边都会被剪掉。我们昨天坐高铁是坐到高雄，难怪我在上面一直找不到那个左营。OK 好，我知道，我们把它放平，然后把它撒下去，看它会到哪里。好，我们一人射几个，好。你先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也有得点呢。不是，那是那个，我搞错，那是刚刚他们就是先这样子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是哎，这个先贴这边，他收到，换你。好，是他，好准哦，刚刚就不对啊，不对啊，就不对。好，那就这个好了，就这个。哇，好准哦！好，就这个，好，答对了吗？好，这三个错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用那个取名字的方法，像竹田旁边就有很高的树，对，然后这个呢，岩浦旁边有潮州，对，岩旁边就有药树，这样嘞？啊，错了，潮州跟高树了，对，哦。好，我记一下。三地门旁边有高树，好，大概记起来。那恭喜你们挑战成功。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这样你有算成功。他们是不是开始猪演我了？另外一组是谁？男生们。你说亚伦跟康哥，一定错超多，这个太难了。拿什么比鸡腿？神经病。刚好是来意吧，是好，来意在这。哎，全对了，我跟你讲，太可怕了。全对。可怕的强大。前面是演的吗？可怕的强大，人家以为我们 say 好。对呀，小哎小玩意，小浩浩，你干得好，小玩意。